好似噶，好似够唔够啊？唔好喐，帮紧你。够唔够啊？够啦。我想象到，如果唔捉佢嘅话咧，其实佢都系喺度等死嘅啫。嚟啊！得。流浪受伤，应份啦。流浪啊嘛，冇嘢食，仲暴受气。我哋都系见步行步嘅啫，梗系想尽量帮多啲啦。幫得一隻一隻啦，咁但係幫極都仲有嘅，好似冇未來啊，好似喺沙漠行緊，一路喺度行，但係你見唔到終點咯。香港当渔护处接到关于流浪动物的投诉，一路都是先捕后杀，捉到之后在四日内没人认领或者领养，就会将它人道毁灭。在2018年，渔护处人道毁灭的动物达到6366只，平均每一日17只。另外每年还有30000只流浪动物因为营养不良、交通意外或者疾病而死亡。今集试一次，我就跟咗其中一间有做动物救援嘅机构无手救援嘅 Kango 捕捉同拯救一啲受伤嘅流浪动物。Hello， 大家好，我系 MM 嘅 Natalie。其实本身咧，我约 Kango 系夜晚8点嘅，但系佢琴晚咧就临时同我讲话，一阵有只狗咧要赶住去救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就汇合埋 Kango 就一齐上车去救佢赶嗰只狗啦。好 ，Kango， 我哋而家去边？我哋而家入去坪斜嘅下山鸡屈。應該附近啲倉狗係有啲人喂開嘅，咁見到佢突然間冇見幾日，跟住出嚟，然就覺得個背脊爛曬，有個好大嘅窿。睇一睇佢狗幾驚人先，如果好驚人嘅，我哋就落套個網，跟住擺啲食物喺入邊，跟住入咗去就拉繩閂門，或者用電門，或者睇下點樣，睇下環境咯，咁樣做咯，困住佢，跟住就捉佢入籠咯。好。Hello。喂，你好，無手啊。你看到那個倉位呢，它就只是這個地盤而已，這個範圍而已。這個地盤有其他狗的嘛，對，它就不走去其他地盤，它怕人打它了，是吧？不知道它會不會走去其他地盤被人剁了一下，因為呢上個星期未見有這個洞的。很快的，烏蠅蟲它呢就零零四四，我記得好像現在沒有那麼大個，有了。我早幾天看到它還是那麼小的，然後幫它噴一些東西的。然後呢眼睛越來越大個。而家咪要准备啲，系啊，准备定先。我唔知佢个胃口点啊，因为如果再严重啲，佢就冇胃口食嘢噶啦。哦，系啊，所以到时如果太迟咧，就用食物都引唔到佢啦。唔知捉唔捉到咧？如果出嚟就应该冇问题嘅，佢始终都食嘢嘅，因为背脊其实唔系太严重啦。其实系咪好快就有生命危险啊？如果唔处理佢嘅话，依只我谂10多日咯。可以玩，係如果面嗰啲幾日嘅啫，我哋會圈佢頸嘅，跟住收緊條威亞就索實佢，咁等佢喐唔到。咁呢個其實最係一個最好嘅工具，愛嚟保護自己或者保護只狗嘅。呢啲你可以一騰就鬆咗佢，明？佢又埋唔到嚟，你又拉到佢走。咁一陣只狗入咗去之後咧？入咗去之後，我哋喺後邊拉繩，你幫我拉啊！嚇咁驚？驚咩啊？拉繩啫喎，嗱即刻試一次。系啊，系啊，企埋一边有车嚟噶，条绳要摆地下，啲车有碌过去，唔好揸咁紧，系啦，系啦 ，OK， 企埋啲，系。而家要唔试下拉啊？系嘛？得唔得啊？得，你一拉佢咪跌咗咯。哇，好大压力喎 ！Kango， 想问下你平时收翻嚟嗰啲 case 咧，通常系咩 case 嚟噶？睇下咩月份啦，如果系譬如夏天就一定系乌蝇虫啦。撞車嗰啲就長期都有噶啦，即係冇分季節噶啦。咁冬天就譬如 mating season 之後，即係生咗好多狗 B 就執好多狗 B 啦。通常都係市民啊，或者附近啲村民啦，會打俾我啦。同埋有時行山嗰啲人見到只狗跌咗坑啊，或者有暴受氣啊，索住咗只狗啊。你有冇計過你一日會通常收幾多呢咁嘅扣咗啊？4、5、6單啦，日都有。伴随住呢一种紧张同埋压力，一路咁等，过咗1个钟头之后，终于有啲希望。等一阵啦，佢会翻转头噶嘛？我哋匿埋先啦，如果唔系佢唔过嚟。
烏蠅蟲其實在流浪狗身上很普遍，因為狗會打架，烏蠅會在傷口上產卵，追蟲可以多到有幾千條，當侵蝕到身體入面和內臟的時候，它們最後就會死亡。我聞到很臭，所有烏蠅蟲都是那種味道。有時夜晚上山我們是用鼻聞，聞到一陣味就知道在附近。腐肉嗎？很臭的味道，很特別的一種味道，你聞過一次你下次就會認得那種味道。剛才那隻狗就已經走了出來了，但就看到它圍著在個圍欄外面，其實剛才有很近的，但是那時候我就站在對面想著看有沒有機會去拉到條繩，但它就沒有走到個圍欄裡面，我們現在只可以做的事就是等它出來。這麼近距離看到一隻受這麼重傷的一隻狗，所以我很緊張，我很想捉到它。当用不同的嘢食都吸引不到佢的时候 ，Ken 哥决定用第二种方法。三日冇困住佢，咪入去捉佢咯。但唔知后边有冇位置走。好，你拉住我就索佢，你帮我拉住。拉住呢、這个贴、這個，系啦你拉住当门抽咁，佢出嚟我就抽佢。你俾少少佢出嚟。好，开门。是他的同伴的。狗呢他看到其他狗叫他就会过来攻击他、或者攻击我。你看到一条虫走出来了。其实他入面还有很多，你看到个伤口很多窿中下去的。他的窿入面全部都是虫。我现在跟他杀了虫先。落了粉很大条啊。这些是成虫来的。会变烏蠅的第一次。就变飞出来。我真的第一次亲眼肉眼看到有烏蠅蟲啊！哇，好彩捉到佢咋！佢過多幾日就好嚴重啦。你有冇話見過最 worst 嘅 case 係可以去到點啊？成個頭都係蟲，得翻隻眼，只狗係死咗嘅，殺咗第二批蟲，跟住我哋就上入籠就去診所啦。咁乖嘅你嚇！好 ，OK， 好啦，我哋去诊所。好。好，得唔得？一、二、三。好，唔该晒。Ken 哥嘅夜晚系冇食饭同休息时间，因为佢净系挂住救呢一班生命危在旦夕嘅动物。落路下村是不是停车场那个位置？火炭不是背脊村窿。刚刚收到求救，这只狗在货柜场，应该是在新田那边。我们现在在粉锦公路，荣昌茶座后面有一个仓，那里有很多狗的，因为是有主人，我们受伤我们都是帮下去看医生，即是救下去，因为主人不是很理的。你看看入面有几只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肺毛九，肺应该只第九。今日又收到有一只个头烂晒，因为喺个头度，我哋就觉得要紧急啲咯，做咗呢只先。好，我哋试下入去揾下佢先。好。其实应该闻到味噶啦，咁大个伤口，我去揾佢。好，过嚟。小心喎，得唔得？我得。一路聽到啲狗吠聲，但又唔知係咪佢。頭先嗰啲臭味咯，烏蠅蟲嗰啲味咯，冇啊，冇味啊呢度。我喺度啦，揾到啦，見到啦，見到啦。啊！狗仔唔好驚啦，過嚟幫你噶。冇事冇事冇事，哇！佢冇半个头啊！佢见到啲狗系有主人嘅，但系都好差嘅状态。咁我觉得流浪受伤应份啦，流浪啊嘛，冇嘢食，
仲暴受氣，日日喺個山度走。但係有啲有主人嘅狗都係咁樣，都係受傷，都係冇人理，個狀態都係好差。我同個主人講，主人又唔想我哋去拎佢醫。咁政府又做唔到啲乜嘢，咁呢啲係最令人憤怒嘅。但係佢啲血色咁差，應該未必有機會救到佢啫。因為我就唔想揾外劫啊，我啲一捉就直情將佢掰咗佢。冇事啊，救你咋，幫你咋。佢知啊，佢知我幫佢。做得动物拯救，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震撼的画面，对他们都只是日常。但他好像比起刚才那只虚弱很多。刚才那只是湿立立的伤口，你看这只已经是不是湿立立的，干的水虫在里面已经是很严重了。为什么香港的狗这么惨？你说不好吗？不是挺好，看到他没了半个头，没了一只眼，太近距離見到我，好震撼啊！同埋見到佢好虛弱，可能未必捱到。我而家喺度入噶啦，喺呢個位入噶啦，嚟啊！好虛弱到，得。走咗，走咗。上咗去先，睇醫生有冇辦法啊！好，喂 ，hello， 喂，好似唔得啦，好嘛？睇下有冇計啊？好似唔得，猜唔起啊，係啊，好弱噶啦已經。脫水脫得好犀利，條脷佢已經灰白色啦。係，我知道。唉，我都半個鐘頭都到啦，我已經。只狗唔得啦，啱啱走咗啦，喺車度。誒，猜唔起啊！醫生上到去，醫生聽過都走咗啦。唔好意思啊，幫你唔到。我都習慣咗。盡救啊！即係呢啲嘢冇得，即係喊苦喊忽都冇用啊！係即係遲咗咯。如果早啲，可能早個禮拜唔同嘅，但係早個禮拜我又未收到求助。都係盡人事嘅啫，呢啲嘢冇得怨嘅。咁佢都又做第二隻咯。咁你都冇時間諗太多啊。要救的动物其实有很多，例如年纪大才被弃养的猫。都唔係好精神啊！見到有啲老啦，人嘅問題都好嚴重咧。香港啊，住嗰個問題好嚴重。我哋有幾隻都係咁啦。阿爸入咗醫院，啲動物就冇人照顧。咁香港就係咁噶啦。如果義工唔接手或者又係拎去漁護處，都係撥單，悲慘啊！命運其實都
幾日前收到有個職員同我哋講，依度不嬲都有三隻狗長期喺啲貨車度匿下匿下。三隻狗之前有地盤，養咗狗之後，地盤員工佢就遺棄咗。咁一隻狗女同兩隻狗仔，最近嗰兩隻狗仔咧就發現有烏蠅蟲，一隻就喺個面頸個位，一隻就喺大髀。咁我哋都嚟咗幾次，但係佢因為佢冇竇嘅，咁我次次嚟都揾佢唔到。今日我哋嚟就揾到佢啦。咁佢哋就入咗呢個停車場入邊。管理員哥哥講咧，佢係好好人嘅。跟住就落閘，我哋慢慢捉。有時候空間太大，或者好似呢只狗咁壯健，就要揾多啲人嚟幫手啦。唔使啊！呢只爛頸，呢只爛頸。冇冇冇追，冇追。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幾多隻啊？而家兩隻嗰邊有冇啊？兩隻啱啊！好嘅，攞依個嚟圍住一邊先啦，唔好攔唔好攔。逼佢过得头，系边个出去攞笼？我放俾你，我放俾你先，得唔得？等佢癲完先，等佢癲完先。喂，依度噴到啊，過嚟噴啦！入咗籠噴唔到啊，嗰位，小心啊！好好好。買埋一邊先，應該不是啩？我都不知道，可能是隻狗，因為剛才它掙扎得很緊要，冇辦法，因為狗的嘢你冇得跟它講話，我是嚟幫你啊，跟住它都不會 expect 聽得明啦，跟住所以剛才那個情況是頗激動，因為它很想走啦，覺得我哋是壞人，可能不知道對它做啲乜嘢，所以它剛才是跑得很快，跟住追了幾次。所以剛才我是有少少驚，因為他剛才我反抗得很緊要，有幾次想咬身邊的義工，所以那一刻我騰了去後面。隻狗咁壯咧，我哋係冇能力拱入籠嘅。如果你唔係索住，其實你頭先見到佢咬支棍咬到流牙血咧，並非係我索到佢流血或者嘔血。一條繩如果佢喺地下點兩點轉幾個圈，其實條繩已經打咗裂。你係解唔到佢嘅，因為你唔敢埋去解，一解你手就會俾佢咬。咁其實你要保護佢，一定要保護到自己先。咁我哋用棍嘅方法就係索住佢，佢出唔到嚟個頭。咁呢個係唯一一個方法啦。如果你話真係要用義工圍佢而擁入籠，我相信受傷嘅一定係義工。驚唔驚佢啊？幾經辛苦先至捉到佢，但等咗成個鐘都揾唔到另一隻，唯有送佢去醫院先。決定爭取時間去揾一隻撲咗幾次都失敗、非常驚人嘅狗。改定名喎，男仔喎，叫佢做埋主肉一間嚇，驗吐全血，跟住做埋個彎。邊個識我啊？叫做爆機啊！爆機啊！而家差唔多都凌晨一點。我諗12點後至到三四點都係黃金時間嚟，因為冇咁多人，靜啲，咁啲狗又會出嚟啊。最多 call 嘅。最多時候最忙嘅時候。安全啊！係咪呢只啊？短毛可以捉嗰只长毛飞，咪就话唔系咯？朱古力色嚟噶，目标喺架车后边啊！快入去啦！哇！我唔放翻你啦，救唔到你就惨啦，呢个差到咁。哇！但系头先我头先踎低。望佢嗰陣都覺得好大陣味呢只，依只都唔算好臭啊，唔算好臭啦，唔算個傷細嘛，有時候我哋捉嗰啲大傷口
係數千條蟲嗰啲係好臭啊，臭到你暈。主要係落雨，落雨就開，你唔可以開冷氣啊嘛，落雨頂唔順啊，開窗，開窗又落雨，咁你點咧焗住？誇張就係我哋牆入邊咪有隻叫車仔有七八個窿嘅，車仔我係嘔嘅，係落車嘔嘅，嘔完之後又上翻車揸揸咗嘔咗兩次嘅，先去到診所，係啊太臭啊，因為呢啲我哋叫 dirty job 啊嘛，你上先。咁但係都係命嚟噶嘛。好臭啊！滿足㗎嘛，救多只狗咯，幫到佢咯，出到領養咯。我哋有啲狗係斷手斷腳，仲報仇氣，有人領養咗，而家去咗英國啦。係啊，個綠草哇，望到尾都係綠草，跑係咁跑係咁跑，只見到條尾啊。咁你會好開心咯。咁其實佢係應該有咁嘅生活嘅。我掙扎過係覺得值唔值得咁做，因為做呢行係太多攻擊啦。太多人不理解啦，但係會俾意見啦。咁我係咪應該揀啲冇事冇講，或者係喺街行下行下，你覺得好可憐，但係冇傷嘅咁？但係你受傷血淋淋嘅烏蠅蟲嘅撞車嘅暴受氣嘅跛手跛腳嘅跌咗條腸出嚟行緊嘅都仲有好多。你有幾多個 case 喺手頭？你做啲係最 critical 嘅咯，係最會有生命危險嘅咯。即係我唔敢評論外協做得好唔好啦。但是我覺得是太多落動物，他哋是不夠位，變咗你就要想人道毀滅呢樣嘢。咁喺政府連人的問題都未解決到啦，我哋都習以為常。我想停噶啦，其實我想停噶啦，不過真係停唔到嘅啫。即係你唔好以為我好 enjoy， 我哋試過停啫。啲狗撞車，個人話三日都喺度，只狗撞斷咗只腳，冇人搞。而我亦都係覺得呢啲工作對我嚟講唔係太困難，即係我諗冇乜人會 enjoy 呢啲咁嘅工作嘅。但係希望可以鼓勵到或者係感染到多啲人關注動物，呢啲係香港嘅動物嚟噶嘛，係香港嘅流浪動物嚟噶嘛，幫得一隻一隻啦。即係好多時候你會覺得呢樣嘢同你距離好遠啊。作為香港人，其實是有些事可以做，譬如你真的見到一隻受傷的動物，就主動一點可以找 Kango 或者其他的動物組織跟他們說有隻動物受了傷，希望大家都可以主動一點去幫他們。